大家好，我们不是搞了一个活动吗？就在时区搞了一个最强的 V1 的挑战，这个号充了23块钱，这是二区的号啊，开服刚好第八天，他爬塔爬到了444层，这个东西是什么概念呢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排名第13，你看这个第12的是 VIP 几 ？VIP 五，这个 VIP 五哈，他充了500啊，所以这个号你知道是什么？你看这后面的这些也都很厉害 ，VIP 四也是充了300、200的，这些人都是很高的 VIP。但是这个号啊，顾九玄这个号非常的厉害，达到444层，太强了。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？我原先有个错误的认知，昨天我发那个视频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要是运气好出一个这个猴子，那你就会贼厉害，对吧？有帮助，但是帮助不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啊。这里面厉害的还是要看白虎，白虎的输出很高，青龙也是要的，然后阴招、祝融、西河，就一个前排，它是一个前排啊，然后一个战士，一个刺客，这两个是输出，一个祝融，一个西河，这两个是辅助。白虎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素材了，把一个9星的祝融吃掉。然后升到了这个10星的白虎啊，这白虎就非常的厉害，他就真的只是个唯一啊，玩了8天，然后呢，他前期也是每天都抽卡，因为这个8天的话，前8天抽嘛，第8天其实能抽一个这个华夏初祖，这个东西他其实只准备了200抽，剩下的你看哇，这么多抽啊，就不止他都没有点，他除了这上面花了200抽以外啊，剩下的其他的大概有1000抽啊，都是花在了普通的卡池里面，在这里的附带里面充的，所以这里面大家其实。可以玩得很爽，就是哪怕你不充多少钱，就充个20块钱，其中还有6块钱是我送的嘛，他其实只充了18块啊，他这个号玩得真好，我觉得你们很可能玩不过他，但是你们可以真的去研究一下。第八天，山海时区的榜一，晚上11:59的时候就解榜，到时候谁能成为最强的 VIP 一，谁就能把我们的300块钱拿走，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啊。同时我们还在时区设置了最强的 VIP 四、最强的 VIP 八，还有这个不设限的。红王塔第一名，最强 V1 奖励300，最强的 V4 奖励500，最强的 V8 奖励1000啊，最强的那个神啊，咱们奖励2000。这个游戏现在置顶视频，安卓就可以下载，苹果的话需要等到8到10号。我们在12号早上10点钟开的这个时区，要玩4个月，预算的话大概就是每天200到300。到时候我也想和你们竞争一下，我想搞一个最强的 V8， 但是如果抢到这个榜的话，我不给自己发，我给这个第二名发啊，这个钱我自己不领，主播不算啊，不参与这个奖励。好的，期待到时候这个最强 VIP 的比赛啊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图图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拜拜。